帮忙。六位方雨熙。什么要跟人家分手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个车子的车子的对对啊哦车子拖塔车子的车子的方雨欣你好，哎你好，请自我介绍，我叫方雨欣，身高162公分，体重40公斤，三围是32233。四十公斤血型呢？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血型哎。哎，不用道歉，不用道歉，唱歌唱歌救进来救进来，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什么，终于遇到，终于哇塞，他刚刚已经准备好道歉，知道吗？处女座，处女座，哎，巨哥，处女座优秀优秀。那你的广告大家都耳熟能详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广告，请看。添加维他命 C， 爽口清气泡，把美好通通吸进来。谢谢你在我开心的时候陪我逛街，难过的时候陪我看海。你想分手？就为了这个，把你照顾好，应该是我的责任。你的笑容，小孩般的眼神，你就像阳光，洒在每一个角落。你的专注，你对完美的要求。真爱的渴望，是你，我确定就是你了。现在马都很难把哦，都要钻石。对啊，不过一个女孩子敢剪这样短的头发，表示她自己很有自信。哦，对啊，没有，因为我之前在试广告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就是试十几支都不会中一支，那时候我长头发，后来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要改变一些什么，对，所以我就直接把头发剪掉，而且片约就多了。对，就是进中的几率比较高一点，对，因为他们都不敢剪短头发，嗯，对不对？这个也是走郭采洁那个路线，是，对不对？喜欢吗？尤玲，蛮喜欢的，谢谢。还不知道血型，主要是蛮 match 的。是小钟，你不要带着仇意看人家。我没有，钟哥尊师重道一下。钟哥，你配个钟一样，你先选嘛，对，这么急，对，钟哥，你已经选了四个了，但是四个都不喜欢我。想到一个机会，真正喜欢的男生是什么样？我喜欢男生，成熟稳重。成熟稳重，哎呦，有机会。那这里面第二顺眼的，对，小钟哥吗？哎，哇塞！那我看今天可能大飞就是那个第三名。你需要会唱歌吗？要。因为他很会自弹自唱哦。啊，真的？我们现在来一个自弹自唱，听看看，看看这些。小王八蛋还敢不敢唱？好吧，来，请。不但长得漂亮会演戏之外，你还会自己作词作曲。对，因为其实我吉他2年前才开始学。哎呦，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音乐，所以就开始学吉他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所以就开始作词作曲。对，然后像今年我有去参加春天呐喊音乐季啊，对，春娜就唱自己的歌吗？对，就唱自己的歌，然后上台那个男生都脱光了，应该是不会啦。为什么？平常
会在一些就是 live house 表演。三位对音乐来讲都非常有那个啊，对，有研究。那请问一下，刚刚这样的一个，说真的，我听到我会想要拿钱出来帮他出一张场。我以为你想拿钱出来包养。我想一个月给他80万。就是最后一个了，真的可以发，是不是？我觉得他真的完全已经可以发片。你前面这样都不喜欢，你最后只有用因为最后一个吗？对对对，只能用钱支付。我已经砸了自己的专辑了。这几个导演真的帮你拍的很好。对啊，就是很谢谢，真的很谢谢他们。尤其是最后那个，最后那个太无敌了，那个真的是我看到广告就那个广告，你应该要出200万，又要出钱了。把版权买回来。不要让别人看，自己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嘛，别人不准看。哎，对对。那钟哥最后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没有就不要硬讲。这个希望这些后辈的赶快把我们这个前辈来取代一下，好不好？因为你们真的很优秀，所以你削饱了是吧？没有，你今天是要宣布退休是？没有没有没有宣布退休了，对，给他们鼓励，对对对，是，加油，好不好？好 ，OK。那严幼廷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血型？我等一下就去演，下一个等你，好不好 ？OK， 好，谢谢各位参加国王榜，谢谢。